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新鸿奥奇迹北京服饰路店的。今年从俱乐部联赛开始，就有很多这个小运动员挑战这个中国风格的这个曲目啊。程佳莹这个节目也是，还有之前在俱乐部联赛当中大家印象比较深的，像徐婉迪，还有这个稍微小年龄组一点的赵艾，大家都是会留下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。换族的联合旋转。